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汪姿曼。即使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，在国道上，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二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二十。进入雪山隧道时，与前车保持两个楔形线，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，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。大型车则需与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，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。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。